安迪今天来开心吗？开心。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，或者想对上级说吗？我对上级说啊，说到谢谢上级老板，他们跟你们都很照顾我们这一群安迪安哥啊，所以我很感恩。喜欢今天我给你读的书吗？喜欢，我每天都在读的。我家里有很多本。记忆最深刻的是哪一句话？要健康啊，要健康，要快乐，要快乐哈，要站出来啊！不要一点点就斤斤计较，才会高兴。对。